大兵啊，请点事儿呗，嗯，帮我出去取个快递。潘娘，我吃汉堡呢啊。大兵，咱俩是不是哥们儿？嗯，铁不铁？刚不刚？快去快回啊！快，我帮你看着，帮你丢不了。我看着啊，好。哎呦我去！哎呦我去去去去去！王宁啊，嗯，你是人吗？你是这么对朋友的？啊，我跟大兵也没得说，他对我好，我有什么好事我也得想着他。王小宁，从今天起你必须对大兵好一点，我亲自监督你。小宁，快递拿来，来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小宁，我汉堡包呢？自己不会看吗？那汉堡让宁哥给吃了。小宁，我才吃一口。没事，我不嫌乎你。香港动作明星甄子霜电影首映礼门票两张。据说首映礼当天，甄子霜会和影迷见面，合合影啊，签签名啊什么的。真的有甄子霜啊？我最喜欢看他的《十月工程》，还有叶达了。哎，咱俩是打车去还是坐地铁去啊？门票干啥？票吗？你一张我一张，正好。大兵，你误会了，是我一张，小严一张，没有你正好。小明，咱们是不是朋友？嗯。铁不铁？刚不刚？那我现在我就买薯条去。电影院里卖的老贵了。小严啊，你看首映礼那天啊，我会穿这种欧式的修身西服啊。你看你穿什么，咱俩会比较搭。我去啊，我穿什么都行。哎，求求你醒醒好吗？醒醒好吗？我可喜欢甄子霜了，让我去干啊妈！宁啊。你看这大兵赖赖唧唧的，你就让给他，让他去呗。这我好不容易才得到了两张票。哎呀，王小宁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说人大兵平时对你挺够意思的吧？就一张票，你给他能怎么的？对，我说这要搁我早给了。哎呀，行行行，我看这样吧，那大家投票决定，票高者得，行吗？同意。接下来由我为大家唱票。柳护士一票，柳护士两票，大兵一票，大兵两票。接下来将是激动人心的时刻，最后一票，让我们看。大兵，大兵三票。今天晚上我就要见到我的偶像了，我要把我的肌肉练得结实点儿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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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咋的了？脚踢着了。那太好。不是那个，没事，我马上给你调调啊，马上就好。能行吗？放松放松放松啊，这脚哈。来，放松放松，别使劲啊，放松别使劲，来。别使劲，别使劲啊！怎么样？感觉好点吗？更疼了。哭点呗。大明哥，你看。你脚都伤成这样式的了，你还能去看见了吗？啊！我让哈利自动抬着我去。陪着你去的人，那不也得要票吗？那我自己爬过去了。你爬过去？你要不你把票卖我得了呗？我告诉你啊，给你要甄子霜的签名行吗？啊，不行！不是，那
那你高价卖给我，你买一个跟李小龙一模一样的双节棍行吗？你以为金钱能够诱惑住我吗？我至少要两倍门票钱。成交。你俩看没看见我手印里的门票？要丢了，该。宁儿别着急，可能是院长啊，当时阿姐给扔了。不会吧？哎，大兵，快点，首映礼要迟到了。啊，快！我把门票已经卖给小宁了。走走。哎，啊，就是这张啊！哎，你们不会又把它给偷回来了吧？哎，不能说偷啊。我们呢，主要是看王小宁那么对你，我们太生气了。作为朋友，我们帮你出了口气。哎呀，咱们还是把票还给人家吧，毕竟都是朋友，这样做不好。哎呦，大兵，太够义气了！我跟你说，就你这样的，我跟你交一辈子朋友。王宁，从今往后，我们就是同甘共苦的好兄弟。哎，那从今往后，愿我们心心相印，友谊长存。来。友谊万岁！大平，票原来是你偷的，你这个贼！你们不说点什么吗？阿丽，大平，你是不是得跟人道歉呢？你看出这种事儿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你这个道德！刘护士。这事是我不对，是我的错。友谊万岁，友谊万岁。我其实早就知道那票就是他偷的。你说你废了啊！我非要上院长那儿去举报你。啊、等着。哎。喂。什么？首映礼取消了？那门票。